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继续我们的进击的巨人二啊、哦，没有错啊、哦。我们上一集呢，我们的艾伦被吃掉了啊、哦，那就你也没知道剧情了吧啊、哦，那我就不多说了哈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待会呢啊、哦，这个养成任务结束之后，买点装备啊、哦，我们就直接开始下一个剧情了啊。他、哦、现在在尤米尔说，我问你。现在这种状况，你该不会相信同期所有人都平安无事吧？虽然很想相信，但是那是不可能的。我讲大家一定会没事的。哇，失败了！嘿嘿嘿嘿嘿！哎，阿酱就失败了，唔汤哦，林北要重来一下了。哇，好像真的没有嘞。好吧，那这样子好感度没有提升，那就算了。说真的，感觉他这个剧情的选择啊，哦，他这个剧情的选择好像其实要根据这个人的个性去选择哈。对啊，像这个比较属于现实层面的啊，如果你属于太正派的人，他好像不会提升好感度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武器有什么。应该有多新的武器吧？哎呦哎，暴风刀。欸，这个是很早以前的那个把武器不是吗？刀身比较短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进行改造啊？资材不足，资材不足，资材不足。好，我们都没有钱，太棒了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吧，不管了。是的，没有错，一哭哟。啊，今天这一集应该可以看到艾伦变身了，让他赶快让他变身哈，这样也好啦。赶快把剧情做个推进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后续的剧情嘛。啊，前面就当做温习吧。不知道各位对于二代跟一代的这个剧情的铺陈，你们觉得二代比较好还是一代啊？我个人是觉得二代的话好像多了一点新鲜感啊。啊，一代的话就是很中规中矩，我是这么认为啊。哎呦，开始了。噔。艾伦变成便当了。同一班的吗？他们去哪里了？啊！麦考，麦考。まさか。一看就知道了吧？被全灭了。除了这家伙。我谁啦？阿米又没这么说。啊，看得一清二楚的地方，可没时间和你们聊天。叽叽了。哦，都来了。你们几个，莱纳大哥。嗯。嫁给我吧！放不下的心事吗？我还没有看到爱莲他们，我也没看到。对，这现在没时间了，要把幸存的士兵集合起来。我觉得他们喷射装置的动作好奇怪啊！等一下，与你们会合，好，好呀。上一集观众有跟我讲说，一些操作的方法，好，我们就是稍微就是练习一下。这是攻击模式跟这个砍击的位置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啊，所以说我们不能用以前一代的玩法去玩这款游戏了，啊。我们必须要具有智慧啊，力量与智慧的这个平衡，才能达到最高效率。好，以前太盲目了，以前太兴趣使然了。我们这次呢，啊，要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技巧啊，去攻击这个敌人，是不是？啊，才刚说而已，我就被攻击了。嗯。这是错误示范，卖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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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啦！哎呀，一直掉下去！我们要用运用我们的力量以及智慧的结合，他又开始跳踢踏舞了。
い方はほとんどやられちまったのか。哦，真的其实不是很方便。哇，有妖石，我这个巨人好恐怖哦！哇，救命！这巨人变好强啊！巨人真的好严格，完蛋了，我们觉得后面的剧情会更难。行嘞，勉勉强强。よし、倒したな。呜，ライナー。来呢？啊，去前面怎样补给？升到三等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巨人酷哦！开戏！行。只要完成副任务，就可以得到设置信号弹，另外也可以让士兵变得更坚强。晚一点啦，别急啦。林北现在在对付巨人，已经头痛了，在那边。这边，可不可以？应该可以先设置一个吧？我觉得应该可以先设置一个吧，补给据点啊。对啊，我们的设置信号弹还有两个可以用哎、欸。那个副任务先晚点吧，我觉得副任务就晚一点吧，应该不急啊。他感觉不会那么快挂，你知道吗？来，耶、yeah ！好了，我们去副任务帮忙一下好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难操控！发现了马可，哎，呀呀！哦哟！哦耶！妈的哟！刚好这个位置可以。哦哟，这个位置正确，打下去这个伤害暴起耶！哇！越来越厉害了，拯救马可成功。马可在哪里？马可波罗，来，加入我们。哎、欸，不能加入我们了，他就这样走了、喔，交付那个物资道具就走了这样子。哎，补一下。来，那边有只巨人，靠一下。我们要训练一下我们的操作性。这位置可以 ，yes， 哇绿呢，行，呜，舒服啊，舒服了。还有哪边可以设那个补给据点啊？新兵，来吧，哦哟。这个硬哦，这个位置很好。再来一次，哦耶，太舒服了，补给一下，来吧，我们到红色的主线任务去吧。哎，为什么他都不能往上飞啊？这个位置没瞧好就没办法往上撸哦，你看都会撞到墙壁有没有？不喜欢这样子，不是很喜欢。哎，小巨人，洗呢？荡秋千，荡得好开心啊！呜、哦，屁股痛。好，我们到了。这是什么剧情？一堆村民啊！我知道这里米卡莎这个场景。等下会有一个那个疯狂购物者来了，我要买便当，直接从那边冲过来，有没有？
哇，快来不及了，便当要卖完了。纳米卡莎给他个重力一击。骑行走，居然连我们都追不上，大家要下去。米卡莎神救援，乌家，哇，被 gank 了，再也吃不到便当了，好难过。去了，帅哦。正妹可以跟你要赖吗？被拒绝了。阿卡曼，你果然很厉害。哦，干嘛？防卫对象是战斗中的重要目标。一旦防卫对象全部被歼灭，就算战斗就算败北。哇！当防卫对象被快被巨人吃掉时，会发出求救，需要立即去救援。哪里？我靠，这边好多巨人啊，超级多！在巨人当中存在一种被称为骑行种的，骑行种会特定针对特定人类持续发动攻击哦。我知道啊，哇哉哇哉，慢慢来慢慢来，慢慢来慢慢来，コスティアル。妈的哟！我角度不佳，漏死了。行，耶咧！防卫居民骑行总又来了。我不准你们！哇，梅瓦斯！梅瓦斯伤害好低哦。赶快装个瓦斯罐，可惜不能在空中装瓦斯啊！我的天啊，应该弄个空中瓦斯系统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不用那麻烦了。来哦！哦，这个位置非常好。哎，该死的，来得及吗？快来，快救他，快救他！去吧，阿里卡多，行呢，成功讨伐十个，来来，这两只继续打搅时间，另外一只，啊，太短了，这个距离。哇！太危险，太危险，这样太危险。位置刚好。住民的避难はまだ終わらないのか？等一下啦，我这边很忙啊，这边巨人那边撸来撸去的，有点难搞啊。另外一只打脚，这脚快断了。太棒了，位置好难瞧哦！哎，现在坐在地上，好，这刚好，刀片断了。我觉得他这个巨人这一代做的真的很怪，哎，应该是狂抖，我觉得这个要修正吧，跟之前的巨人不一样啊，这个巨人抖在抖什么东西啊？解决掉了，好。还剩下一只，这只在哪里？看到了，打脚，哦，空中跳，空中跳，砍掉另外一只，来看我的，哦，再来哦，高级败了。没瓦斯了，照砍不误。瓦斯消耗好快啊！
Oh yeah, baby！ 哦，终于疏散完毕了，太棒了！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讨伐了周围的奇形种居民等，避难完毕。Nice， 非常好。任务成功。哇，我没有瓦斯罐了。前面看会补给一下。应该结束了吧？还没结束哦，好冗长哦，这个。怎么了？与米卡莎一起行动。等一下，那边有一只巨人。哎，不对，那边好多只巨人。我想先杀了这两只巨人哎，先杀这两只好了。这个距离可以。哇假哇，居然伤害这么低。哇，等一下不要撞我。哦，解决一只。来。懒得打他们的材料部位了，直接烤了。哦，这个帅，帅气。前面又一只，行呢，角度不佳，被那个转向角度不佳。好，这次有了。这边还有一只吧，我记得。看到那边，哦，这是小只的，大成功，耶耶耶耶！好，这边有一个补给的，刚好我需要，来吧，好，补充完毕。好，我们可以先去过个任务好了啦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这时候艾伦应该要出场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，到了这里了，大家都士气崩坏。やっと撤退命令が出たってのに、ガス切れで壁を登れねえ。だったら市川すか。あそこに群がる巨人をやるしかねえだろ。你是想找死吗？本部ならガスを補給できる。ただ逃げ回って残り少ないガスを使い果たせば本当に終わりだぞ。本当に。俺たち訓練兵の誰にそんな決死作戦の指揮が取れる？谁能够指挥这阻止战？阿卡曼要出现了。他说大家都是废物。你是废物吗？啊，这时候需要有人增加士气啊。エレンはどこ？訓練兵34班の5名は壮絶な戦死を遂げました。僕の身代わりに。アルミ。今は感傷的になって。现在不是难过感伤的时候了。其实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这个米卡莎的心里是很痛的。但是他为了要整队，你知道吗？隐忍悲伤，带领大家往前行。私は強い、すごく強いので、私なら一人でもあそこの巨人どもを蹴散らせる。あなたたちは腕が立たないばかりか、臆病で腰抜けだ。ここで指を加えたりしてればいい。加えてみてろ。
あれで葉っぱかけたつもりでいなかった。哇，就大家士气都上升了，有没有？俺たちは仲間に一人で戦わせると学んだか。いや，冲啊！欸，我也是欸，我也被激励了，我要向前行。走吧，阿尔敏，我们可以的，不要再悲伤了。事到如今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战斗。Fighter， 欸，是 fighting 还是 fighter？ Fighting， 啊 ，Let's go， 超帅的。哦，欸，我变米卡莎了，好酷哦。欸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我原本的，我以为我是米卡莎，吓死了。在战斗中，当防卫据点出现，显示耐久度，据点的耐久度一旦归零就会败北。哦，对哦，我们记得现在开始要守那个本部，对不对？耐久度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耐久度？是这个吗？哎，这边好多 A 级的可以使用哦。来来，成为我的部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托洛斯特区本部那个是血条。莱纳，哇，这些都是强劲的伙伴啊，通通都成为我的部下吧。来吧。行呢。哦哟，好强的感觉啊！来，哇，结果没斩断。哦哟，危险，危险！哇，莱纳需要救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情况紧急，情况紧急。哇，哦，解决掉了。我们要去救莱纳，去救莱纳。下去了，下去。哦，我靠，这个副任务也太多了吧！帮忙砍啊！干得好，干得好！哇，后面还有一个阿公，阿公都来了，刀片受损，难怪打不出伤害。我又忘记了，快点，快快！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死吧！Yes， 来，再来就是这一位。哦，他们想干嘛？欸，一直被他的手挡住啊！我天哪，为什么砍不到啊？闪光弹闪一下。哦，这个位置非常好，解决。我们现在有几个人要救？两个人要救啊！完了，我们快要没有能量了。我们的氧气瓶，哦，这边可以补给，补给一下。Oh yeah！ 来，先救米卡莎跟这个沙小，啊，救他们一下。我们本部受到攻击了，没关系，应该撑得住吧？我觉得。副任务解的越多，酬劳应该会越好吧？先去救一下米卡莎。大型骑行种。行呢？有断了一只。有。换个角度。哇！大成功！欸，我们可不可以用米卡莎啊？好想用哦，有可以用欸 S 级的。我要把约翰换掉。我要把约翰换掉。约翰太烂了，抱歉了，约翰。约翰不能换哦。啊，好吧。约翰为什么不能换啊？好过分哦！可恶！没关系，来了，这里。跟我一起砍，米卡莎，我还叫了名字哎，来攻击他这个，攻击他的左右脚，有有有，攻击攻击，哇都不能攻击了，完美讨伐，好了，该救的人都救了，
然后我们的沙夏是几等啊？我们沙夏是 B 级哦。好，算了 ，B 级就算了。砍他的脚啊！一 Q 啊哟！来，雷娜砍下去，解决了。补充一下，最后一只了吧？这应该是最后一只了。来。哇，好像一堆苍蝇在上那边飞来飞去哦，就剩你这一只啦、啊！啊，他快要死了，交给我，有吧？成功了吧？这算成功了吧？耶，成功啦！哇，大型精英种出现，这一关的关底 BOSS 吗？哦，在哪里啊？我看到了，果然是关底 BOSS。Oh my god！ 救我！不行，这边太夸张了，这个霸体要打掉有点麻烦啊。我要打的这个脚，再来破霸体，破霸体，有了，可以再做伤害了。一起攻击同个位置，快点！有，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，剩下另外一只手，来，哇！好难砍啊！撑住，撑住，我们可以的。来吧，要打那另外一只，另外一边绿色的霸体啊，那边要先砍掉才行。有了，有了，完了，我们快要没有能量了。再一次，砍。最后一下，哇，还是没破，有了有了，破了破了破了，来来，赶快换我，赶快换，赶快换，刀片刀片刀片，他现在在皮皮抽啊皮皮抽啊，哇，他生气气耶，哇，不要这样生气气嘛。丢个烟雾弹，快点下去了，再来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哇，霸体要来哦，好烦哦，要是砍他的右手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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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体攻击他的头部，哦，角度不佳，这样角度够了吧，四米级，哎、欸，在嚣张啊！嫩，哦耶，赢了，水啊、哦！哦，这是我的视角。要杀进本部，只能趁现在了。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哦，终于结束了，应该结束了吧？还没啊，这个动画、啊。哎呀，啊，我知道这一幕，我就不说了，你们自己看吧。感到绝望的米卡莎。この世界は残酷だ。噔，小姐，我可以跟你要 LINE 吗？哦，他现在在整过去跟他搭讪这样子。そしてとても美しい。标准 SOP 流程雕这个搭讪，嗯，出来了。いい人生だった。戦え！なに？那是爱的呼唤。ごめんなさいエレン。私は諦めない。
やるよ、これ。あったかいだろ。这时候，这只是艾伦的一个小心意而已。从此之后，米卡莎把这个围巾视为他的命根子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死んでしまったらもう、あなたを思い出すことさえできない。回想起都办不到的话。Oh my god！我只是想要赖而已啊！哦，帮他配一下音好了。哎呀！哇！居然跟妹子要赖，你凭什么？这在杀害同类。等等 ，B 评价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本部里头了哈，我们进来这个本部了，然后现在外面全部都是巨人，那然后这边有巨人在那边看，有没有？你在看屁哦、喔？啊，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了啊。那如果喜欢这部系列的话呢，记得按个喜欢以及订阅，或者是在下面留言，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，感谢各位收看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《进击的巨人二》再见了，拜拜。